我们大概在20年前就认识，因为我们不算是有一起真的工作过吧，我觉得蛮开心的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建伟。大家好，我是艾怡良。为什么我们歌名要叫陈建？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陈建伟。对，因为你在台上讲了陈建，停特别久，所以陈建就变成我们的歌名。但陈建要表达什么？就是男女之间对于对方的陈建，你应该怎样？就是很多情侣吵架，不对，你应该要怎样？我应该要怎样？太多应该要怎样，所以造成有很多这种陈建，造成两个人的互相不谅解。嗯，对。那我们就把这个歌名从我的陈建呢，改成在爱情里面的陈建。我们大概在20年前就认识，因为我们不算是有一起真的工作过，我觉得蛮开心的。就是第一个是在建伟的作品里面出现，这件事情我很开心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在跟郑浩导演合作，对这两件事情，我觉得我很引咎今天一整天。